若元先生，我嚟做棟篤笑啊！就即係今日可能令大家失望咧，因為我唔預備講笑，因為咧我講笑啊，劉墉唔笑噶嘛，你明唔明？嚇！啲人已經話我笑噶啦喎，我笑噶，咁就 anyway， 今日我見到咁大家咁多人喺度咧，其實我知道今日會咁多人喺度，即係咁多人喺度漫天遍野咁樣攻擊呢一個人民力量，有乜緊要啫？大家有冇聽過？即係呢個原曲有一句大約係咁樣樣嘅嘢：我是一粒炒不爛、着不爛、掟不破、摔不倒的銅扁豆。而家支持人王嘅人係永遠唔會俾佢哋打擊到而退縮嘅，係咪啊？係。咁同埋即係人民力量啲人所做嘅，只係佢哋相信嘅嘢。其實呢幾年我都講同大家講過，我有一句對聯，係我一生人三對對聯其中一對，係做人嘅原則嚟嘅。亦都曾經喺啲集會上講過，就係從柏後雕於睡河，雞鳴不已於風雨。呢個固然冇嘅出自係。如果嗰年唔係特別凍咧，你唔會覺得佢原來啲蟲化係咁襟凍嘅，點凍佢都唔會死嘅。如果唔係嗰日橫風橫雨咧，你都唔知嗰只雞咧係叫得咁準時嘅。無論如何。香港的民主道路呢就是非常之困難的，因為呢大陸的影響越來越厲害，即是好像有人說過，全世界民主社會未曾見過有人對投票的組織是好像香港那麼嚴密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沒有人做得到的，即是你美國一個三億的國家，你不是有個三億人的政黨去整個搞那個選舉咯。而家呢次冚家產啊，13億人搞個700萬人嘅選舉，呢個背後係13億人嘅國家，1億人嘅黨員嚟搞香港嘅700萬嘅選舉，後面嗰啲組織同人力物力將會係點樣？但係我哋唔會驚嘅，其實香港人咧係非常之聰明。區選咧，其實咧有人講得好啱，區選嘅點解變咗選乜嘢咧？係選社區保姆嚟嘅。即係我教啊，阿宇陽啊，你日日出去攞兩票，一年咪有700票啊，4年咪2800票咯，你實贏㗎。你朝朝出去撞到你有嘅，我係林宇陽啊，你住邊度嘅？我又住呢度。如果你屋企爆咗屎渠咧，你打電話俾我。咁又你識埋佢屋企人，你知唔知啊？你做四年你贏緊㗎，冇人可以制造你做一做但係到立法會就唔同啦，民主黨嘅錯誤唔係好多人都知道嘅。香港人爭取民主嘅信心係不死嘅，為對大家有信心，對香港人有信心，希望大家繼續努力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多謝先生。好，咁我就唔再講其他嘢啦。咁大家可以歡唱今晚嘅晚宴。咁除咗咧有一樣嘢，阿黃太要我宣布，咁咧佢特別咧就多謝人民力量62位參選人，所以咧佢就買一啲牛肉汁，咁咧就送俾每位參選人嘅。佢啲牛肉汁咧就擺咗喺我哋嗰、那個即係 reception 門口嗰度嘅。咁希望各位候選人離開嗰時候，或者咧你即係而家都可以啦嚇。就去找reception 嗰度揾阿子明啊，或者揾其他嘅工作人員咧，可以就俾一份牛肉汁你。咁呢個咧就係黃太送俾我哋候選人嘅一份禮物。多謝曬，多謝62位候選人為人民力量同埋香港嘅民主運動出咗咁多力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好，大家食得開心啲。